你们要去喽？不好意思，又被拒了。又被拒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不全英文。OK 了，那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一下，我之前你们有多少人在用 G C 或是 E Max 可以举手一下？我觉得看起来太多，好吧？那个接下来就是我要讲说我为什么开始包那个套件的理由，然后就是从 LSD 那时候开始 ，Angelie 就叫我去包那个，就叫我帮忙去弄那个 LX Terminal 的事情。然后然后我开始用，就是上次在 OSDC 有讲的 Git Boot Package 那个东西去包套件，然后那个包出来套件就是在维护套件就是 S Terminal， 然后其实我就是上游，但是我很懒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两年过后，那个 Angelie 叫我去开一个那个，就是 Angelie 她开一个那个在花莲开一个 Debian Package 的课，于是那个。他告诉我那个 WPP 就是需要照顾的套件的那个列表在哪边，然后就去看了一下，我发现 GC 在 O 里头，于是然后呢，因为那时候出来了，然后呢，我就送一个 IDE bug 说那个我要去打包 email， 然后呢，我把那个 O 弄成 obsolete 的，然后于是我就以为 GC 已经没人在管了。然后那个不是，其实已经那个被丢掉了。然后那个我想说 ，email 应该可以被在，就是在巨信不在的时候可以当做替代品这样子感觉。然后就是刘德华 Edward Liu 他真的叫刘德华哦。然后他贴了一篇文章，就讲说那个就对这件事情很火大。然后呢，我之后这才知道说 O 是那个被孤儿套件，就是说没人维护的套件的意思。于是我在 WinTW 跟 GSYN 的 Warren 就是 Hyperrate 上面道歉，然后我在 Debian IRC 上面问那个别人问打包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 Debian Developer 叫做 Aaron Xu， 有些人应该对 Aaron Xu 有印象，尤其是在吵那个他有一次在吵那个就是自行的问题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告诉我去加入那个 IME 的那个 Package Team， 然后呢。我当时正在调查那个 email 套件的那个授权问题的时候，那个我发现大意并不是一个 Debian， 并不是 Debian compatible 的授权。然后我之后我就做了一个 DFS G-free 的 package， 然后准备要把大意的套件上传上去，准备要把那个 email 套件上传上去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叫我去。发 GC 的那个 serious bug， 就是授权有问题或怎么样出现一个严肃的 bug， 然后呢叫我把那个大意从 GC 里面拿掉。然后我的第一次上传 email 的时候，因为我把那个 Debian IME 的 email 就是写错，于是被 reject 掉。然后第二次上传呢，我忘了补那个全文，就是有些 license 会缺，然后我忘了补把 license 的全文给补到那个 package 上面，然后就被退了。最后一次终于把它上传上去，就是把 email 上传到 Debian 上，然后那个过不久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四元过不久就把它上到Ubuntu上面，所以12:04才有 email。然后几天过后，就是因为长期没有人维护就被拿掉了。然后我还差点以为是我把那个我送那个 bug 的原因，所以才会那个他以为说我应该是我的错怎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之后GC 因为 GC 很多人用，所以我跟那个 GC 的人在上面的论坛上面讲说我愿意去包那个 GC 的套件。然后那个Hime 就是因为我打包 Hime 的那个 Debian package 当底，于是。包 GC 的流程就非常顺畅，没有什么，就是几乎就是一上传就已经上到 Debian 上去，然后四元也把新的那个 GC 给 sync 到 Ubuntu 12:04。自从这件事情过后 ，GC 跟 Hime 从此又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然后Debian is virtual freezing， 就是它功能要锁住了，所以说如果有人要打包新东西的话，尽快上 Debian 的话，那会带我快一点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我现在正在打包大意，我现在把大意输入法上到 Debian 的套件上去，所以不用，所以那个在这几天内应该会去做这件事情，这样子，好，没了。